生命智慧甲幸福人生。有福的人是最幸运的人，爱抓着这个机会，念佛往生净土。净土是真的，不是假，是咱自性现出来。咱的自性什么时阵跟阿弥陀佛相应了，同款了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咱的心对现净土，所以净土在倒位，在你的心内。烦恼的心是未放光啊！佛菩萨的心未放光，拢是一粒心。佛教咱学什么呢？学看破，学放下。看破是对外面的经验真正理解，清清楚楚，看个明明白白。放下是什么呢？十年无了，目睭看啊真清楚。看完了后，拢嘛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。这是你目睭的眼根接触外面的这个色尘，这是真见啊！看到外面的起心动念，的分别执着，啊，这是梦想。六根起作用是梦想，叫做凡夫。佛菩萨无别行，就是以见色闻声，眼见色啊，耳闻声，鼻对香，舌对味啊，拢总拢嘛不起心动念，拢不分别执着，这是佛的智见，用真心。佛知佛见，菩萨是这款境界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无烦恼，只有欢乐。你精进的现在讲的是学问啦，伫咧提升，伫咧上升，贪嗔痴慢疑，这烦恼决定袂起来啊。咱要过真正幸福快乐，亲像黄道明先生所讲的啊。人生最高享受，你学佛啦，你也做到，这个会得到大自在。社会变化，无论东方西方，你看得真清楚，看得真明白。因在做什么呢？在做业啊，业有善有恶，善呢是三千多，恶呢是三恶多。这不是讲假啊，不是迷信，是真的。一切法从心上生，六道轮回啊，十法界对到以来呢，心上生的。你心想什么就现什么，一切法从心上生，所以你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念，啊，你就做到这个圣贤的境界。你这一生幸福快乐，不是向外去求，这不是在乎，在乎是命来对，过去生中财布施，施较多啊，这一生你就得较多；布施较少，你就得较少。这钱对对来，愈布施就愈多。我拄到啊学佛的时阵，身躯真正一线都无。老师啊，教我的布施，有钱要有布施的念头，有钱啊，就要真去做，唔通当生，愈施啊，就愈多，一点啊拢无错。关于此功德，庄严不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济三多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心。
同心结乐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